刚要喝完哦，喝完了，要喝完吗？这一杯要喝完吗？真的 ？OK， 嗯，树林姐抱青筋哎，神丹演技完我们先来，哎，哦，刚经由猜拳决定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吃什么，来，我们吃的东西是，一个好喝的芒果冰茶。 嗯，太轻松了吧？冰茶，听起来好好喝的吧？好喝吧？我冰的茶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加了醋精的芒果冰茶。哦，三位年轻人想，三轩想看我们哪一个先？我们先看秀玲姐姐。嗯，你喝其中一杯就好。其中一杯好，一两，另外一杯要验证用的。哦，好，两杯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好，那我喝了。冰茶，然后冰茶哦，冰茶很好喝哎。 刚要喝完哦，喝完了，要喝完吗？这一杯要喝完吗？真的 ？OK， 嗯，树林姐抱青筋哎，有吗？我们是有加醋精的，顺过来吧，顺过来，嗯，好 ，OK。 有啦，好喝，好喝，你不觉得八点档的演员表现不太一样吗？对啊，太细微了吧？来，浮夸的来喽，浮夸。 舞台剧的表演来了，我们讲吧，我们演八点半的就好了。八点半，对，演半的，表演有分八点半。我相信，那个你不会想看，那个不会想看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是七点节目，演十点半的。我就让你们看六点半，好不好？六点三十一分的可以吗？政治线的哦。政治线的，来，站开来，怕什么？ 有一点在学人，他不是政治线的，有这么温和哦。嗯，好喝，好难猜哦，好难哦。哎，不好猜哦。萱萱，你们觉得是谁？你觉得这不哥喝到的是政治？三个都萱萱，你要萱萱可以慢慢的啜。萱萱，你们觉得是谁？你觉得这慢的啜，你像品酒一样，如果是很酸的话，好像没有办法。 可是秀玲姐，手里这么久，秀玲姐会不会是原本就有青筋？对，然后萱萱都还没消，没礼貌。皮肤都还在，可以看到血管。这个也是，这是什么晚辈？我觉得正副哥或者是陈哥其中一个喝到正常的。我觉得正副哥是正常的，所以正副哥目前两个觉得正常。好，你们派一个代表出来喝。我觉得你啊，来猜拳。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。来，你们俩猜拳，输了出来。 宣宣大对决，只来一次，我可以得罪他。跟他接下来拍一年的戏，没有，你们如果很笃定，就不要怕，你就剪刀，就他，我就剪刀，输的出去。剪刀是，我要剪刀。来，是正常的，正常的，你们就赢了。喝，不能闻，对不对？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？不知道，有酸吗？什么意思？酸吗？那你再喝一杯这个，你就知道哪个是正常，正常的。 哎，这样喝两杯呢？哎，我们错了。还是有东西可以喝了啊，要酸的，要处罚，要处罚，还是有东西。那他们要喝什么？他们要喝什么？喝柠檬汁啊，柠檬黄连呢？哦，有虾虾，这是酸，苦，谢谢，好苦哦，苦吗？